上完健身房呢，现在又去上另外一堂课了。然后呢，身边的装备只有这个菊花茶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薄片和一个咖喱包了。吃完了，喝完了，就要上杠。上啥杠呢？当然是单杠。唉，现在是下午3点多，今天是星期五，明天就是周末了。这个时候的太阳还不错，不会说太热了，刚刚好了。工人们在做maintenance，哎，绕过这辆法拉利，这辆黄色的法拉利。哦，有一球掉进去那个游乐场，不是游乐场，这个是篮球场啊。奇怪，怎么那么多人呢？今天。都是学生来的。哦，这里也有绿球，感觉在这里圣诞了。哦，这里有 event， 你看他们搭那个帐篷，有 event， 应该是Saturday Sunday 了 ，Saturday Sunday 的 event 来的，可是不懂是啥 event 呢。OK， 暂停一下。